我和这个杯子的蜜月期已经结束了，现在我要说一下它的缺点，它漏水，它重，杯子越大，装的水越多，它越重，吸管就这样暴露在外面，老是要洗。最大的缺点，它是黑色的，不是我喜欢的颜色。这个才是我喜欢的颜色。现在我和他进入了新的蜜月期。